导演偏唱《欢乐他们是香港导演吗？来了来了。翻译我真的尽力了，导演。哎呀，你看看我们两个是成串人马的，神经病。这个要剪掉的啊！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哦呀！不行了，我停业了。哎，下交外卖，交外卖，一单一单。你笑不靠谱。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袋子的问题，头发胶卷的问题。然后它就一直往下掉。那你的右手边的袋子的地方比较低，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点？失去了才会觉得小两口别吵架啊！啊，算完架这个啊，舅舅，舅舅，叫一声舅舅啊！我舅舅开始，太太，一太他们啊，他们站啊，跟衣服一个站，站在这里，看着这个，一他衣服给我一个衣服，衣服给我。要带到哪哪哪吗？我先带上去，我先反过来这边，这个这个，关了风，这个裤子。幸好刚刚没说小孩走开，让那边去走下去，做最好的自己，最好的剧，谢谢你们。这部戏啊，大家都很辛苦，这个是真的。无论台前幕后，大家都已经发出很多精神精力去拍这个戏啊。我谢谢你们，大家辛苦了。其实这么长时间，大家为这个戏付出了太多了，你们辛苦了。抖音。